带我去山上摘野菜。猫在旁边。好。我和婆婆已经来到深山了，猫还有冬季菜籽。还要在清明走山了。嗯，好。山上空气太好了，小野就在清明了，走啦。你在这个山沟沟了，看到这里野菜还是挺多的。我先用这些手啊，我们两个搞快点。带我来这个地方，特别的多这个野菜。确实太多了，摘都摘不完。婆婆都不知道摘哪里去了，从这里过去都是这个野菜。哇，小米好大。小野啊，哎呦，小野，莫不要动，我过来捞你。是不捞你捞？莫捞你。哎呦，你先上捞来。妈，要给他们拿壶，你快点做啥子？在拿壶，你上面去。你还是拿吃啊？等一下我回来拿来，慢点。妈，妈，刚刚在这个上面做。来，坐在这点。哎呀，要干嘛？妈，老板，你按摩按摩。婆婆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妈不摘了这个野菜，休息一下我们回家了。是吗？小野看看身份大姐，妈端你看一下子。带着婆婆回家了，妈你慢点。